好啦，既然啊都出咗呢个新卡池啦，咁我就意思意思咁啊抽十抽啦，好唔好啊？好，抽十抽啦，系咁意嘅咋，真系。有有新朋友旧朋友大家好啊，奥斯卡。嗱，接住上次话呢个活动之后啦，其实今次更新咧仲更新咗两样嘢嘅，就系、是、更新咗一个新嘅卡池啊，分别就系马良卡池呢个好歌剧呢只马良嘅卡池啦，咁同埋支援卡卡池就系、是、小绿帽 SSL 同埋呢个神 SL 卡。冻伤啊啊咁啊！依两张卡啦，咁啊，但系咧，首先咧，如果你唔系超级有爱或者超级有钱嘅话咧，建议大家就直接跳过今次呢、這个啊、马良嘅卡池好歌剧呢个卡池啦。咁而支援卡池啦，小绿帽啊 SSL， 都可以跳过咯。啊，原因系咩呢？因为其实你要流石抽呢个小北啊之后，嗱，我喺度讲一个点解我哋唔抽马良卡池先。马良我们要培养起来，其实现阶段我们基本上都是拆紧因子的，虽然好歌剧啦，评价说可以拿来做这个种马作为这个培养，但其实现阶段真的不是一个抽马的时候，再说大家手头上的马应该练不完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只是说一下这个SR 卡的冬箱这个新的卡池支援卡池啊，能力值呢大家其实可以看看这张图，在未突破的情况之下呢，基本数值呢已经力压各大的 SR 卡、SSR 卡的了，再加上它有训练效果和友情加成这两个属性啦，所以如果可以突满的话呢，更加就是非常之好啊，所以有些人啊会想在这个池就突满冬箱啊，但是我建议呢，就如果不是超重货就真的随缘啦，我哋将一切嘅命运都压喺呢个小北呢个卡池度会比较好啲啊，因为如果你抽唔到咧，你真系可能要自闭噶。OK， 咁好啦，咁啊，大家见到其实呢个工具都几好用啦，咁到底喺边度揾嘅咧？呢个系一个日版嘅工具嚟嘅，链接啦我就放喺影片落边啦，咁大家自己可以查一下。咁样嘅话咧，你就大概咧可以将每一张卡你都暗去睇一睇，了解一下呢张卡嗰个能力情况系点样，咁再决定要唔要抽啦。咁啊，咁样嘅话。这个游戏啦，其实如果你话冇特满一啲 SSR 卡嘅话，其实有好多优质嘅 SSR 卡咧，都好值得放入你嘅卡组入面玩嘅。咁而且咧，有好多大佬咧用 SSR 卡都培养到唔少劲嘅马嘅。咁所以大家就努力啲啦。好啦，既然都出咗呢个新卡池啦，咁我就意思意思咁啊，抽十抽啦，好唔好啊？好，抽十抽啦，系咁意嘅咋，真系。好啦，我已经见到好似要保底啦，一张金色 ，OK， 唔系新卡嚟嘅，冬箱出嚟啦，冬箱好冇啊，依张突满咗啦要，冬箱 ，Oh no， 一张冬箱冇，咁所以话其实呢个卡池都真系难抽，因为其实呢啲 game 抽卡真系好抗缘分啊，好啦，咪一张都冇啊，咁啊 ，CQ 烂蛋啦，好。咁啊，今条片就去到呢度啦。中意嘅话记得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啦。有咩问题嘅话，欢迎留言话俾我知啊。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